我妈在咧做新闻处的处长，在咱高雄市咧做文化局长，我就非常赞赏的。尤其咧做文化局长的时阵，伊对高雄市的布局非常有眼光，也非常用心。我来举例说明，咱高山的这个武德殿就是抢救落来，所以呢，伊咧选立法委员，我就拢做伊的义工。伫我的观察，啊个事实。以这个十几年来，而且立法委员的表现，会使讲非常的优秀。伊的文情也好，伊对选民的服务也好，伊的做人处事也好，会使讲，予大家拢非常娱乐。我妈是一个博士的学历，会使讲是高学历。啊，高学历一定爱配合啥呢？一定爱配合高能力、甲高操守，安尼才会做，会使讲是。上优秀的这个人选，所以这种人才、这种能力的人，一定来担任咱高雄市的未来的市长是上适合的。所以我一只要拜托大家乡亲士大，为着咱高雄市，啊，为着咱家己，啊，咱会当把官妈这个初选给送好起来，好来做咱高雄市未来下届市长。好，啊，官妈、花妈做完，官妈做，安尼。会使讲是咱高雄市之福，拜托大家会当支持冠妈，来拥护冠妈，选这个后届这个高雄市长。啊，伊要怎选后届高雄市长，一定来经过初选。这初选唯一支持冠碧玲，唯一支持冠碧玲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